今时今日都市人想齐齐整整食餐饭，大家都只会谂起农历新年同埋年三十晚嘅团年饭。讲到尾牙，真系唔系好多人知系咩嚟噶。有53年历史嘅醉琼楼就系香港少数坚持做牙嘅酒楼。唔讲唔知啊，做牙系一个月做两次嘅，逢初二同十六都会有呢个传统。即系做牙嘅意思呢，应该讲你系以前工人嚟。争取那个福利啊，跟你生意是，普普通通的以前的物质环境唔比得而家吧，更丰富嘅，咁要求呢，我哋呢工人呢打工嘅呢要一个月要加送啦，加一两次啦。虽然而家嘅生活唔会好似以前咁艰难。不过姚老板都坚持美牙要有五送一汤同伙计食餐好嘅。作为老板来讲，我哋工人咪都加到啲送俾啲伙计食，五送一汤，嗰啲靓嘅石斑啦，而家香港嚟讲咪石斑咯，嗰啲你搞靓啲另外嘅菜啊，有时就是虾哇，有时就特别嘅嘢几味嘢又咁样嚟做。每个月做牙，姚老板都会亲自落手煮噶。今个月仲整埋年糕同萝卜糕俾伙计过年。虽然唔系啲乜嘢山珍海味，不过大家食得丰富啲之余，仲可以品尝到淡淡嘅人情味。